友，虽然左手边的朋友没有拿到礼物，但是呢，下次我再带更多来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前提是乡长下次我要再来啊，好不好 ？OK 好，我们有直播在作证哦。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。点心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温柔的情意写在你眼神，你的名刻在心内。缘分只能你约定未来的日子。我永远爱你，无论海角天边，一朵月儿，不通将我放袂离。来，我们所有的朋友，可以把你们手机的灯光打开，好不好？让我看一下30,000人的灯海是多么的浪漫，多么的漂亮。对，这样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把手机的灯光打开哦。有你的心意，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月圆人团圆，有你的心意，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温柔的情意，写在你眼神，你的名刻在心。一起唱哦。缘分只能你约定未来的日子，我永远爱你，无论海角天边，一朵月儿，不通将我放今天看到这么多好朋友齐聚在这边，这个画面真的是让人家很难忘，很感动。最后让我们最大声用幸福的口吻说出我爱长治，谢谢谢谢，掌声鼓励。